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一杯蓝的园林示范区，根据不同的造景手法突出每栋建筑的个性。西班牙皇家园林对于花卉和植物的选择是非常考究的，景观大道种植有法桐、金叶女贞，别墅区种植了海棠、云杉、国槐、沙地柏，公共区域种植了红王子锦带、元宝枫，多种植物的搭配凸显了社区的档次，而且也可以让园区四季有花，处处有景。开发商在园林设计方面特意聘请了一格国际单缸，结合地理环境和建筑风格，打造出西班牙皇家园林。在我身后您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地中海式风格建筑的别墅，开发商不惜重金聘请 IBI 国际设计公司进行单缸，设计了独特的地中海建筑风格。一杯蓝要打造的是一种休闲浪漫却又不乏宁静的生活精髓，而地中海风格与其不谋而合。在建筑方面，地中海舍弃了浮华的石材，而采用红瓦白墙，营造出一种自然合一的朴实质感。建筑的外墙涂料经过工匠一遍遍的粉刷，颜色渐渐地沉淀下来，岁月越久颜色越白，味道也会变得越浓。由于地中海终年少雨，艳阳高照，所以说对庇荫的需求是非常大的。所以说我们设计出了众多的回廊，还有半圆形的拱墙、穿堂、过道，既保证了最大长度的欣赏海景，也保证了房间的自然通风。而灰墙、树铁、红瓦，这每一块石材和细节都是经过开发商精心雕琢的，为您提供有品质的高端生活。